身穿白衣的男子在信义区街头拿着喷钞枪，把大把的千元钞票向前喷。民众大声欢呼，纷纷把手伸到最长，就是要来抢钱。但人潮不断涌挤，感觉像海浪一样，现场宛如上演大逃杀。看到钱就冲，现场相当混乱。原来是网红那个阿哥拿出十万发起撒钱活动。我们永远都是以安全为主，千万不要推挤，不要有受伤。发钱的网红还特别在 IG 上提醒，要孕妇长辈不要参加。发完钱后请勿逗留。但现场吸引将近3000人到场疯抢，传出有人受伤，宛如变成台版梨泰院翻版。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如果造成任何踩踏的危害，甚至有人受伤的话，你要关注我。警方获报到场，要求活动停止。目前朝刑法、公共危险罪以及涉违法进行侦办。事后有网友透露，发现好多假钞，还让想拿钱的人一直折返跑。对此，该名网红强调自己发的是真钞，假钞是其他网红发的，并道歉不晓得会有这么多人参与。如果是有人发，我也想来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本意没有恶意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多人来，所以再次跟社会大众、所有媒体新朋友，还有派出所们道歉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鞠个躬。网红豪撒千元大钞，民众一窝蜂向前，只是为了这一点钱，拿自己的安全换别人的流量，真的值得吗？三立新闻王一轩、林玉君。